世尘我已跟主走上在窄路，众信徒上互勉并肩步，坚守方向至高，凭信念不怕跌倒，同征服神完美创造，全宇宙人满破。在能发现父神期待，承继信念延往万年，同唱颂赞就好。耶稣基督称臂常行在窄路，没法接跑想中继续行步，从而生火永存。我叫张牧师，是这里的是正新书院的传道人。我来了正新书院侍奉了11年的时间。我初时来正新书院侍奉的时候，最主要就是因为我喜欢去做年轻人的工作，我很想帮他们找到一个生命的里面找到他自己生命的意义。最担心的就是一个的太阳，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露天的工作，而我自己本身在皮肤上面就不是很晒得的，会有皮肤敏感，会有我有些色素细胞的死亡，很容易不可以长期在太阳底下的，都会有担心。但是感恩的呢，就是在11年的里面都没事。码头，因为有时候去看见过日出日落啊，好静，个太阳升起啊，日落的时候啊，那个景象是很靓。夏天的时候唯有就是点蚊香啦，冬天的时候就唯有是穿多件衫，穿多对袜，穿多对鞋。姐妹咧就懶咧就佢哋淨係著住人字拖，咁就壓極佢都唔肯著襪著鞋咧。好多時候佢哋會生凍瘡。但係咧，真係好大風嘅時候咧，試過咧個鋼琴都可以吹走咗嘅嚇，咁所以有啲嘢都係防不勝防。試過有一年咧，嗰年我就唔喺度，不過翻到嚟嘅時候咧，個流動廁所咧就唔見咗啦，因為佢哋話大風得滯咧就爆開。吹烂晒，咁就要换个新嘅。世仍靠主恩。